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啊，建立一个这个程序啊，那程序之后的话，接下来我们基本上也是一样，向下，这个地方哈、啊，比较特殊一点，就是说因为我们方向要改变，那方向要改成什么呢？方向要改成在把它切过来这边，我们要改成这个方向，由这个方向跑过来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我的逻辑是这样。就是先把这个地方，我看制定一下，先把这个哈 ，for 我们先从 j， 因为是蓝的部分，所以回圈的部分呢，先 for j 等于2到21，先是先让它跑蓝的部分。那蓝的部分的话也是一样，我们公式啊，公式是上面这个，那这公式部分的话也是一样，直接呢 sales 固定就是在13列嘛，对哈，然后呢 j 的话呢是。一个变数会往这个方向跑，那后面的话把你那原来的公式啊贴过来，那贴过来，因为我要针对哪个部分去修改呢？我要针对的是 color 的部分做修改，所以你直接把 color 的部分选取起来嘛，把它双引号切开来，然后 and 串接一个什么，中间放个什么，放个 j， 对，然后一样的方式，再来是 i 的部分是由第13列一直到20列 ，OK， 然后呢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我会改变的部分是 row 的部分，所以把 row 的部分切开来，放一个 i 进去，好，跟前面那一题一样。然后最后的话呢，你可以把两个合并在一起，那两个合并在一起的方式也是一样 ，j 2到 21，i 是13到 20， 然后呢 ，j 的部分呢就把这个呀从上面移下来，那 i 的部分在这里，好，那跑完基本上就 OK 了。其实上面的逻辑清楚，下面应该也差不多。好了之后的话呢，那最后当然你就做一个按钮是清除，那清除之后的话，我们来把这里。